之内我看费尔德就是一个战斧式，好球。这角度看更震撼一些，是，这是飞高啊，嗯，嗯，这时候克兰传的也好啊，这真是好，卡完之后正好这个卡到这个篮板正面来了啊，对，嗯，没事啊，嗯，看着害怕，是，好，哎呦，五十，一米七几的小个子，在扣篮大赛上争锋，哎，他这头起来最高的时候接近平台，但是他的关键是和核心好，是在空中啊，能抡得起来，这起来这一下对核心好，是。看一下一进红，来了啊！哎呦，可以，是挺狠，是对这个。这个 不会一上来给特高，一上来给特高呢，我后边不好给了。对，啊，顺序啊是通过抽签来决定。看一下，五十，哦，他做的如此之轻松啊！对，他已经完成了呀。对，已经完成，这是一个五十分动作呀。然后呢，没打分，要再来一个。你想二次再中票就非常困难，就靠你核心力量啊！好惨呀！明天决赛里帮帮来俩这么扣篮，你冠军了。别着急，那准是还有。对，肯定是还有，准是还有。神奇呀！哎，啊，前锋首长，嗯，哦，好球！咱再来看一下这球，唐浩博抡起来，终结这一下这力量，力量真的是抡力量可以，对，力量行，嗯。流星锤啊，他是哎，那来你看看，真有劲儿，全是大力啊！对，费尔德来了，哎，可以啊，对，哥还停留了一下，对，而且这个头离篮圈已经非常近了，嗯，还有时间，好球。给出来分儿是一样，但是已经红占优势，是他腾空高度高，是个矮，对个矮。哦，这一下比第一扣要更加精彩。这一扣还是有水平啊，重新扣一下，刚才不算啊，这一下终结的好多了啊，强行拉平啊。是按道理公平来说，第一扣其实已经扣进了啊。是，嗯，对，还是一个过啊，嗯。对，第三次扣进。这个其实动作呀，你如果是滑翔的距离长一些，动作再舒展一些，还是有机会拿高分的。是。嚯！这个主要看的是可兰的投球厉害，那么这个结果就出现了哈，因为三个四十二分的就啊，因为他现在是属于那三个四十二里的，对，还有一轮是吧？对，还有一轮啊，我觉得唐浩博机会大，哎呦啊，还能再来一次，哎，再来一次，但是。啊，空中转体360度的一个双手扣篮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术业有专攻，是，人家是专门玩这个，专业干扣篮，专业干扣篮的，嗯。这样三个各自最矮的运动员，哎，是晋级决赛，对，好，最后呢，进入到扣篮大赛决赛的是费尔德、易建宏还有唐浩博。